们春晚前都会做什么？假发片的重量，没人疯，海绵宝宝一样。只是我不是黄色的，心脏我差点会吓死了，好吗？除了口红，吃香蕉好累。马上给你。今天这个鼻侧影有点影啊，有点影。这是啥？一根眉笔能用成这样，太省钱了，这样。哎，吃嘴里了，哎。看到这个会走路的牛，怎么的了？快点快！你咋的了？好，可以走了，拜拜。我想看他走。上台前两小时。Thank you.